有八十分至少。哇！多謝多謝多謝。第二支黎龍正吉他做得好好，如果第二支嚟講係做得好好嘅，係好難得。哎、各位又是我卡洛斯啊！今天我又再請到嘉賓嚟幫我試吉他啦。咁咧，分別兩位咧都即係好出色嘅音樂家嚇，一位咧係我中學嘅同學阿陳家富先生，係啦，咁佢作曲嘅，係啦，佢而家仲好 active 啊，作曲啊，咁佢自己又彈鋼琴。咁而我側邊呢位咧，周啟麟先生，嗱佢就係一位著名嘅吉他演奏家。咁樣咧，咁亦都喺我諗吉他界冇人唔識㗎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就請到你哋嚟咧幫我試吉他，非常之榮幸。好啊，我哋試下啲高音先啦，彈少少呢邊啦。我哋好着重嗰個唔同聲部嗰種譬如話音色嘅 balance 啊，我覺得佢音量嗰個唔錯，但係音色咧好有少少好似咧唔 blend， 高低音唔 blend， 中間嗰啲同上高咧有少少大家個風格好似有啲唔同。演奏家立講講先，可能係佢做出嚟㗎。我就覺得咧就呢隻琴。聲音算平均的其實，但是就那個高音稍微薄了一點，可以有改進空間。我覺得都是 bracing 的問題，或者是材料的問題都不定。哦，材料問題，這支吉他呢就我幫個朋友做的，即用的材料大約是我想within $3,000左右，即其實 都用到都算貴的了，即主要是普通吉他來講。斯達尼嘅，呢個斯達尼嘅，咁後面係玫瑰木啦。咁但係仲有一個可能性嘅就係個口薄問題。但係啲聲就算幾出嘅。呢個係我第二個做嘅吉他。咁我可以試下試埋低音啦，我可以。好啊，好啊。再將呢個弦距再拉上，咁會唔會又變咗硬撳少少？不過係呢個弦距咧係相當之舒服，相當之好。如果舒服㗎，所以咧就，但我係平時係用慣咁嘅力，但係因為我啲琴咧，嗰啲琴玉彈嗰啲琴咧個弦距高啲少少嘅。咦？咁高少少嘅。咁如果弦距咁高嘅琴，你壓落去個線聽存咗，咪高音咗咯？會唔會啊？會唔會影響咗個？高音咗咯，有少少影響。咁你而家呢個係幾高啊？呢個而家係標準三咯，三咯，三低喎，三算低。如果係標準應該係第六弦咧，應該係3.5。啊，3.5。啊，第一弦咧應該大概係3差唔多。哦，咁樣啊？係啦，因為有啲甚至高啲，甚至仲有3.8。哇，咁多係啊！因為我同鋼琴好唔同，鋼琴係2.5。係啊，鋼琴係低啲，因為鋼琴個高低音好平均。聲音音色咧，但音色咧，我就覺得係整體嚟講咧係偏薄少少，薄會唔會係未開聲？有冇咁嘅可能？新琴有變化嘅，不過咧就唔係像我想象中咁大，哦，都係差唔多嘅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弦線問題，好渣嘅弦，哦，好渣嘅，因為我整輕我就琴啲，有一套愛麗絲咁樣就作品，
哦，因為弦我覺得應該係好影響好大。係啊，弦係影響好大嘅。咁你有冇介紹咩？我自己用啲 mixed tension。mixed tension。Suppress 咧 ，suppress 幾好嘅，即係近 bigger 嘅 bass 咧係 high tension， 一個高音弦咧就係 normal tension 嘅。normal tension 即係仲要新，仲要隻隻唔同嘅。唔係，佢一套有嘅，佢已經同你講。哦，咁又點啊？佢擠咗落去，佢加咗落嗰啲材料嗰度咧，變咗嗰個線嘅密度高咗。哦。咁咧，佢啲線係行啲，行啲，咁咧佢又會幼啲。哦。咁如果你啲聲本身啲吉他聲薄嘅咧，嗰啲更加薄，仲薄，會啲聲令啲亮啲。叮㗎，係啊，一次鋼線嘅啫。鋼線啫。我有個朋友，佢嗰啲幾廿萬啲吉他，佢所有吉他。佢支支吉他都十萬以上嘅，所有吉他全部都穿曬嗰啲，係啊，買嗰粒鑽，係咯，穿穿。咁你唔怕傷嘅喎，賣翻出去咧就更值錢啊嘛。哦，咁樣。你使唔使試多一兩首唔同嘅嘢？好啊，我試一試，試試試咯，得。原來古典都可以咁樣彈法喎！呢個古典吉他有特別技巧嚟㗎嘛 ，Tambora 啊呢個。呢個咧 pick up 咧，好多人好中意啊，好多人試過，然之後話啊，可以將佢聲音加落少少，可能睇下會點。我嚟又試下，都係嗰少少一段啊，少少啦。層次好似清楚啲喎。哇！咁啊，今日真係非常好啊！即係阿周生俾咗好多意見俾我，去改善我嘅吉他。咁咧，希望咧第日佢再多啲嚟揾我，因為我啲吉他咧不斷做出嚟嘅。多謝兩位啦，今日今日我分享到依度啦。我係卡洛斯，喜歡我影片嘅請訂閱、加贊同分享出啦。拜拜。哇！啲聲好好喎，嗰個共鳴好好喎，估唔到咁細支吉他都共鳴。係啊，十二平均率啊嘛，你一邊係白鍵，一邊係黑鍵嘛。